然后你的外卖送到啊，麻烦你的位置在哪里？我给你收着嘞。太太都得给你鞠个躬，这让你不要给我差评。我很卡，我是很卡。我走走走，转到哪里打电话过来？又喊我到处找。最开始打呀两分钟，两个电话是打不通，然后我就走啊，哎我走啊，哎哪里打电话呀？我又给他送过来。我凑过来，那又说那路子走，那路子走，两跑超脱的，我头一回。哪个那个撞个，因为下来两跑三十大下来噻。我说你，真的是说外面我一说你大着，那气哭了，那个球我都落了。这是我的最高领导。美塔的操作流程报备了以后，那么你可以还给商家，等顾客来联系。两天一个差评。好久嘛，最近一号到八号，两天一个，两天一个。我为了我一个月辛辛苦苦，我要损失1000多块钱。